过来了。屋里是谁呀？你屋里藏着谁呀？卧室里面藏着是谁呀？说话。还不是谁呢？你还没醒啊？你赶快讲，你毁人家功底清白，我今天打死你！我让你去跟你爷爷亲自谢罪。小点声，我求你了，要打回去的。又慌了你。啊，等。您打我没事，你自己别累坏了，不值当。再说了，邻居看到不合适，你也知道人家看到了不合适啊！我今天不打死你，我就不是你奶奶。我，过来！奶奶，你别打他，我是自愿的。小杰，你别护着他，奶奶是个明事理的人，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。他让你今后没办法做人，我就打得他做不成个人。奶奶。我真是心甘情愿的，我没觉得自己吃亏。哎呀，你打他还不如打我呢。小杰，咱给你妈打电话，你们家要杀要剐，我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奶奶真不用，我妈知道。你妈知道你们这样？反正我妈知道我离不开陈麦冬。那也不行，奶奶就是带过来的人，我就见不得这个。不然，报警解决也行。奶奶，求您了。跪下。我为什么要跪下？就凭我眼睛里揉不进沙子，你不要脸，人家小杰还要明杰呢。既然走到这一步，必须要结婚。不是，你能不能别瞎做主啊？我们俩的事我们自己商量。还有什么好商量的？难道你要对他始乱终弃？还是小杰，你要对我孙子始乱终弃？奶奶，我绝对不会。这也太突然了。不结婚，那就订婚。要不然我就打死你。您打死我吧，您就别为难他了，好吧？哪有您这样逼婚的呀？小姐，你放心，到任何时候，奶奶都得对你够意思。Girls have girls。狗什么？这狗什么丝啊 ？Girls 就是女孩的意思。够丝，够意思，女孩就是够意思。奶奶，我知道你一定是我的盟友。我现在很确定，我未来的生活里必须要有他，虽然。目前我还没有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但是我相信日后一定会找到的。奶奶，怪我不知好歹，您别气了。不是，你这腿跪什么跪啊？是奶奶不讲理，是该订婚，都听您的。赵姐，你不用这样，戒指买一个圈就行，不要碎钻，不值钱。了，现在全镇谁不知道你俩都已经订婚了？真的是，不说谁家不办个喜事啊？怎么到你们这儿，这订个婚，这都扬眉吐气的啊？哎，你奶奶庄杰妈每天在小镇上溜好几圈，恨不得拿个大喇叭跟那儿，至不至于的呀？那怎么了？那不得让镇上惦记我们家陈白东的姑娘死心吗？明明是个光棍把你给套牢了，还以为自己捡个宝呢。注意措辞啊！我现在不在鄙视链的底端了，不受你们这份气啊！记仇了，记仇了！哎，不是你阵仗整这么大，
就给他喜糖，你不整个什么大宴什么的吗？对啊，等真正的忙完呀，我们肯定风光大办。哎，到时候各位不吃春别想离席啊！你有病！不是，干嘛呀？说的都气话言了！哎呀，不跟你们扯淡了，我们得去吃订婚家宴呢。行，赶紧走，去吧！啊，走走！哎，东子，爸妈都来了是吧？来了，难得，好好聚聚啊！去吧！走吧！拜拜！哥都请你们吃饭。好。哇塞，这谁布置的呀？这么隆重？你弟你妹吧，我们家人可不会搞这些。这阵仗怎么也算小镇高奢了吧？奢不奢的没看出来，不伦不类倒是真的。懂什么？我错了，少见多怪，孤陋寡闻啊！订婚快乐！订婚快乐！小杰啊，哎，奶奶，这个婚定的有点急，不能给你大操大办的，你受委屈了啊！哎呀，亲家奶奶，您说这外道话干什么？等他们结婚的时候，咱们再办个更热闹的。哎、叔叔阿姨好，我是庄杰，等到我们俩结婚的时候再改口叫爸妈，行吗？哎，好说好说。我们也是托你福，难得聚齐了。哎，是啊，哎，大家边吃边聊吧。好好，来，边吃边聊。哎呦。亲家母，来坐坐坐，您坐，斟酒啊！行了，歇会儿吧。哦，不累。哎，我刚没发现奶奶也出门了。你家人啊送我爸妈去了，我奶奶啊再送你家人回去，无限循环。你一个平时滴酒不沾的人，今天没少喝，你难不难受？开心，喝多少都没事儿。再说，我之前也喝过酒。什么时候？咱俩分手的时候。你胡说，咱俩什么时候分过手？对，永远不分手。陈麦冬，你觉不觉得这一切都像是一场梦一样？没见过订婚这么仓促的。你不会哪天突然后悔逃婚了吧？怎么可能？好不容易把你追到手，我还怕你跑了呢。陈麦冬，谢谢你爱我，你就和咱们小镇一样，像碗热汤，熨贴可口，想到就让人心安。我知道上海更好，像个七彩泡泡，瑰丽诱人。我收回之前说的话，我是喜欢上海，但我更喜欢你。我也要谢谢你，我和我父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和谐过，好像突然之间跟所有的过往都和解了。那是因为你有家了呀，你成了真正的大人。希望再也不要经历被家人丢弃的感觉。陈麦冬，我永远都会是你的家人。
我相信你。怎么续上摊了？刚没喝够啊！那总不能当着你未来婆家狂饮烂醉的给你丢人吧？哎呦，你说你这婚闪的，简直让人措手不及。我把上海那边的摊子扔下来，我就过来了，都不知道会不会出什么乱子呢。辛苦你，我随后就到，跟你并肩作战。哎，今天晚上你们俩不许提上海的事儿。干妈提示的对，庄姐，恭喜你，来，恭喜。哎呀，喝那么快干嘛？嗯，其实我对我订婚的这个决定真的挺满意的，真是越大的事儿越需要点冲动，想太多反而什么都成不了。我支持你，但是庄姐，这婚姻呢毕竟很现实，柴米油盐鸡零狗碎，你除了爱情还得有钱啊。我能挣，这本来也不是陈麦冬一个人的事儿啊。反正选择嫁给了谁，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，这点早有准备。所有的冲动其实都是蓄谋已久。我妈今晚怎么这么安静啊？订婚宴就没怎么说话。我这不是听你们说呢吗？我也好跟你们学习学习，新时代的女性迈入婚姻有什么高见？我们能有什么高见啊？能跟一个真心喜欢的人步入婚姻，堪比大海捞针。哎呦，是啊，你说现在这婚恋市场，那总认为女性条件越好啊就越挑剔，要么就是嫁有钱人，要么就是嫁事业比自己强的男人。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啊，本质上是女性心智越成熟就越需要同频共振，这和什么学历啊职业都没关系，钱更不是症结，重点是双方的文明程度。现在早就不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年代了，我们要的是价值观趋同，精神上能对话，相处起来愉快的人。啊，没错，像婚姻这种既老土又浪漫的东西啊，你想要经营的好呢，就必须得靠一男一女啊，以最大的诚意去解决那种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不公平、不公正还有不适应。你说这些话呀，好些人都听不懂，包括很多女人。所以啊，干妈，你说咱们镇上更重要的扶贫工作是不是精神扶贫啊？妈就听不懂，但是我觉得你们俩说的有道理。就让我想起我们结婚生孩子那会儿，我们结婚生孩子其实就像去旅游景点似的，同一车人，同一个终点站，然后到站就下车集体合张影，全都抱着来都来了自己千万别被落下的那种心情，哎呀，就把自己的终身大事儿给定下来了。有的人过着过着还真能过出个滋味来，有的就过成了悲剧。真的，咱们今晚这些话呀才真应该让镇广播站循环播放。哎，就是，我又觉得心里挺难受的。你说我辛辛苦苦的养大了仨孩子，平白无故的丢了一个，我这心里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别扭，真是便宜那老陈家了。干妈，你这思想真得纠正。你说人家老陈家不是也送个儿子过来吗？对不对？就是，您是嫁闺女又不是卖闺女，变不成陈庄氏。对对对，得往好处想。那陈麦冬比你们仨人都强，我心里高兴。来来，
敬干妈，敬何叔，也敬你爸。啊！不行啦！这新时代女性。哎呀，你少吃点！你看你那肚子。那什么都管呀你？其他人呢？召回了。嗯，老婆催着紧着呢。那你们俩呀，赶紧撤，吵得我奶奶睡不着觉。呀，别轰呀，再待会儿。我妈今天允许我出门放风。我也不想回家。我老婆也刚怀上，每天阴晴不定的，那荷尔蒙上蹿下跳。行了，你别吓唬人家刚订婚的，行吗？你先吓唬他，不总是你吗？哎，四位，谢谢。我听我奶奶说，你找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。什么差事？代管呀。我跟你说，我这差事要是真的成了，能提醒半个镇的。吹呢？吹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啊。我这前段时间不是去到海南吗？给一大哥当司机去了，就是那个省医院的方医生给介绍的。这大哥人特别好，也不介意我之前的经历。大哥是做旅游产业的，这次去海南是考察一个医疗旅游的先行区，我跟着长了不少的见识。医疗旅游啊，是什么意思？没听懂。海南的国际旅游很发达，跟咱南平不是一个量级。医疗先行区大概就是把医疗资源全面接轨，再带动健康服务业和其他行业。对，据说这个什么泰国、新加坡、印尼，每年的医疗旅游的产业收入能到几十个亿。而且这个先行区有个什么，绿色通道、极简审批，然后新型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能够最快的用在临床上。行啊，刺猬，这一套一套的啊！我考察时候认真听着呢。哎，刺猬啊。你方便帮我引荐一下这位大哥吗？这可以啊，不是你对这个感兴趣啊？你傻呀？啊，他们家庄杰干嘛呢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，这是为了两个人的将来未雨绸缪呢。咱们东子，说的少，想的多。以茶代酒，新婚快乐，快乐，走。姐，你这刚订婚，怎么唉声叹气的？还是太开心睡不着，在这禅修呢？弟，我绝对不能失去陈麦冬。姐，你病了，还是醉了？我很清醒，所以更难过。你说什么怪话呢？今天多圆满啊！那是现在，等过几天真回了上海，陈麦冬还是会难过。那你赶紧跟人家谈谈啊，我东哥又不是不讲理的人。道理是最没用的东西，我又给不了他定论，因为不知道自己创业到底会不会成功。曾经我还以为我是多么洒脱的人呢，还情人，简直蠢爆了。姐，你能不能有点志气？我从小到大，我都没看见你被任何事情难倒过。那是因为其他的人和事儿，我都没这么在乎过。别说你害怕失去东哥，就连我，一想到他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姐夫，我就心如刀绞。听清楚了吧，会议节奏就按照刚才庄杰说的走，都不许乱啊。就知道咱俩不在，团队那帮小孩顶不住。说好的下个月投资方才来考察，怎么明天就搞突然袭击啊？你今天真不跟我回去？哎呦，我不行，我怎么着都得跟陈麦冬交代一声再走吧。倒也是，刚订完婚隔天就跑，简直就跟个女骗子似的。怪我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每回想跟他提，我的嘴就跟被封印了似的。这有什么不知道的呀？
在乎呗。哎呦，行，真得走了。但我告诉你啊，明天下午2:30之前你必须要到岗了。咱们的创业基金投进去了，黄小姐也倾尽全力了，该搭的人该码的资源可全部都给咱招呼进去了，万事俱备，可就欠你这股东风了。你要是敢给我掉链子，我可第一个不饶你啊。知道了，快走吧。走了。王西夏，我不知道怎么了，心里有点慌。你要是再这么狂妈下去，可都不像你了啊。必须马上跟陈麦冬坦白说，可不能模棱两可。你不只要去上海，还要在那边全身心的投入一段时间，这样才不会让所有人的心血白费。知道了，放心吧，我会的。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刚到。你要出去啊？丹妹有急事，我得过去一趟。哦，那你去吧，我没什么大事。那要不……哎，行，你别管我了，去不去？你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啊，我给你打电话。姐，你真的要走了吗？哎呀，你别跟你姐那腻腻歪歪的了，害得你姐心里难受。她现在难受又不是因为我。怎么，你还没跟麦冬说呢？她肯定一直在忙，没回我信息。你，那拖到现在，这真成故意的了。是啊。哎，姐。我给你出了招，你就跟东哥说，这不叫异地，叫出差。你这出的什么破招啊？是啊，你别听他的，你这事不能耍小聪明啊，你得诚恳的跟人家谈，听到了没有？哎，我刚忙完，正要给你打电话呢。你在哪儿？行，那我现在过来找你。咱们是来接谁啊？几号站台？张杰，怎么不回我语音？接谁啊？先回答我问题。不接人，是我走。多久？现在还估不准。多久？因为是创业，所以前两年可能会比较忙。陈麦冬，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，我确实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说。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你觉得我需要你负什么责？你跟我说你不想再强撑了，我懂。我现在也根本不想跟你做什么知己啊、情人，所以我才订婚啊。你还记得我们订过婚？当然了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所以，有勇无谋，这就是你的婚姻观是吗？
陈麦冬，日子不是一天一天过的吗？我难道把后半辈子我做出个 PPT 出来吗？好啊，那我现在问你，接下来的一天一天你是怎么规划的？旅客朋友们注意了，去往上海的 G5185次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，请各位旅客带好个人行李物品，抓紧时间上车。你走吧，别误了车，这次我就不送。陈麦冬，我不是离开你，你就当我是出差，你就当我是出差不行吗？庄姐，就算你真的要离开，我也会尊重。从始至终，我从来没有阻碍过你的任何梦想。但你不能拿婚姻当儿戏，更不能先斩后奏，你听得懂吗？你冤枉我。我可能做事没有你想的那么周全，但你就是冤枉我了。你走吧，回上海好好想清楚。我想得很清楚。那接着话，就当没订过这个婚。我不给你，凭什么呀？这里面还刻着我名字呢。先还我。不给。不是故意的，你鼻子怎么那么爱流血呀？擦一下。陈麦冬。下午肯定到了，个人行李物品，知道了，王小夏，别催了。旅客朋友们注意了，去往上海的 G5185次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，请各位旅客带好个人行李物品，抓紧时间上车。这种掠过发间的风，想紧握又擦身而过，如果我伸出手触摸星空，能不能借与风相拥，像烟火沉默与风点亮夜空，乘着光坠入了苍穹。庄姐，下午来的都是最重要的资方代表，相关信息我都已经同步到你的邮箱了。你也知道，其实我们只有这一次的阐述机会，所有人都要仰赖你了，加油。
希望再也不要经历被家人丢弃的感觉。陈麦冬，我永远都会是你的家人。你这情绪害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庆祝了。恭喜我们。你知不知道你下午的提案有多了不起啊？简直就是熠熠生辉，我都为你着迷。所以庄姐，我来是对的，这里就是你的舞台。不能放弃了。我知道，我没想过放弃。你就不要这么难过了呀。陈麦冬只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玉静很快就会想明白的。真正该想明白的人是我。回来的路上，我就一直问自己为什么。为什么就被一座电视塔困住？怪不着他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被自己困住的。麦冬，嗯，我离开南平以后，你会不会恨我？人生无常，世事难料，谁也不要为了谁牺牲。在一起一天，就好好过一天。我的职业没有你伟大，上海不是我的家，但他们对我来说都挺重要的。我想建功立业，想受人尊重，我想证明自己的价值，所以我不想委曲求全，不想嫁给你五年、十年以后恨自己，恨你。靠想象去揣测自己人生的另一种可能，支持你。奶奶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喝鸡汤。半年内，
家里不能再出现任何形式的节目。行行，都听你的啊。徒孙呐，奶奶，什么都不要说。行，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把握。逼婚这件事情你得负主要责任。不是，那个小杰也同意的，我们俩达成共识，我才干的呀。但订婚并不能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，彼此先有个承诺，再慢慢想辙呗。我和庄杰对未来生活的期待是不一样的，我可以接受一成不变，但他未必。如果他未来遇到了更大的诱惑和更好的人，你让他怎么办？我觉得你错看小杰了。我和您一样信任他，但他究竟想要什么，需要时间和距离来验证。东子，那你呢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这个问题，在我父母离婚的时候，你问过我。那时候我告诉你，我恨我妈，所以我决定跟你和爷爷一块儿住。但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，我没那么恨他。我之所以放他走，是因为我知道一个女人带着儿子不好在家。只是我没料到，这一放手，竟让自己难过了十几年。东子，人不能太懂事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对庄杰不会再重蹈覆辙了。我有我自己的方式和步骤，您不能再插手了。陈哥，您肯定是本地的吧？我看人可准了。你能听出我有口音吗？没有吧？我东北的，年纪不大呀就离家了。前些年我可待过不少地方啊，可我就是喜欢上海，根本不出国外。只要不开车，我就到处转去啊。那豫园、陆家嘴、城隍庙都去不够。但哪说呢？时间长了也惦记老家父母。哎呀，人这玩意儿吧，平时就是一叶孤舟，总以为就自己飘在河道上，想往哪儿游往哪儿游。哎，可是一个时代的巨浪卷过来，你就发现自己啥也不是，身边啊最好得有个人。你说人这一辈子不经得起琢磨。在你们毕业之前，还有更多观摩和实践的机会。如果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们还是决心留在殡仪这一行，我希望你们记得，我们越坦诚，家属反而越心安。总有一天，社会的偏见会被打破，人们也不会再那么消极地面对死亡。毕竟在我们的生活里，死亡并不神秘，也不罕见。
等一下。最好的。